森多利亞上年年尾咧就踢過呢一個分組賽嘅賽事啊，而家咧就要玩第二套遊戲規則啦。喺呢一個階段咧，每場對決加埋得兩回合180分鐘，咪俾你表現自己嘅啫。話就話簡單啦，但係行錯一步啊，就要同獎杯講拜拜噶啦。無論係規模定還是歷史，呢一個球場都有曬。比赛开始，马赛对住森多利亚，个波传向左翼，迪布尼，巴治奥试下挑个波入嚟，喂射佢啦，结果就冇入到。呢、這个波如果入咗，世界波啦。唔入，下次咯。身形占优啊！邦拿云杜拉。呢、這個直線靚啊！喺角球啊！邦拿雲杜拉短傳，傳埋去中路，埋去射佢，救得好，反應快到咧！守門員救得靚啊！哇，呢個門將反應真係快過只貓。呢球波其实佢射得唔错噶啦，下次咧美杜回传翻俾龙门啦。守門員大腳斬出去，貝迪素向前傳出，
踢入中路，喂，把握機會啊！整腳窩裏，唔錯啊！呢個波時間掌握得幾好啊！迪布尼嚟个短嘅解围成功，有冇机会打反击咧？奇云迪布尼好脚法，巴治奥射门，啊几有心思，不过实行我都冇用啦。弹出底线，角球嚟嘅，短传嚟噶，准备要起脚啊！踢咗出嚟啦，可以解围啊！呢球波啊差些少嘅啫，亦都系上半场嘅最后一个攻势啦。机会唔系冇噶，但系真系硬系入唔到波咁解啫。呢场波暂时都算好睇嘅。上半場都幾好睇啊，但係就冇入波出現。但係下半場咧，會唔會有啲唔同啦？零比零。两队开始下半场的赛事啦，森多嚟噶，上半场的表现就非常不错啦，下半场最紧要就是把握机会啦，直接长传，巴治奥攞到波，试下扼埋去啦，好机会，唉，拍晒 Q。脚直线一下趟得翻一，巴治奥一脚就射埋去，咦，传得好啊！三角短传呢啲嘢做得到咧，就好好睇嘅，好难应付嘅。侧翼传球，及时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咧？踢埋上去，
线守得好啊，根本就冇机会。尼高拉华石将个波分去边啊？射到啦，搞唔搞得掂啊？我谂对方都吓流几滴冷汗啦。唔好话你啊，我都以为呢球波入紧啊，争少少。是时候要换下人噶啦，揾下办法睇下可唔可以多少少火花啦。巴治奥意识唔错啊，叫做暂时解除威胁啦。宾坦古亚整脚直线。喂，呢啲時候咧，有經驗嗰啲球員要負多啲責任啊嘛，唔可以就咁簡單就失咗個波嘅。解圍做得唔錯。嗱，而家兩隊咧係互不相讓，所以個控球權係好重要嘅，唔好亂咁送禮俾人先得嘅。準備要射啦！呢一場波最後一腳，到最後都係差些少啊，0-0啊！森多利亚作客同对手打和，之后那场就回到主场，应该有着数。Keyman， 头先场波呢你怎么看？这场波最后打和一点都不奇，因为两队打落的情况都好像不想赢那样。好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多谢 Keyman 和我们分析讲解这场波。